欢迎王俊凯单拍一张，有请王俊凯老师。请递上话筒，来，请跟现场的所有的影迷们打声招呼。大家好，我是青年演员王俊凯。啊，第四次来到平遥的心情如何？还是非常那个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嘛。其实第四次来到平遥，更多的感觉是很熟悉，当然也非常的开心，因为这四年真的是平遥一年一年比一年热闹，真的是觉得大家都能够欢聚在这一个电影的殿堂，真的是就是非常开心。请问牛肉羹你吃了没？这一次吃过了，但这次有一个新的一个体验，就是吃了一个陈醋酸奶。这个味道还是我觉得可以，就是猎奇，适合比较猎奇的呀，或者说对这种味道比较好奇的朋友去尝试一下。哇，太好了，好好推广这个山西的美食，谢谢王俊凯。最后有补充的部分吗？谢谢。就希望大家都能够玩得开心。谢谢王俊凯老师。谢谢，这边请。在阶梯上单拍一张王俊凯的风采。好，谢谢王俊凯。